好吧，第十一季曼谷录制，沙溢把周深抱走了。爱豆成员米妮露透照出炉，米妮是泰国人，这次和雨琦回家乡了。周深这是在泰国哪个地方录制啊？告别时周深一步三回头和生米打招呼。周深身穿紫色衬衣，搭配白色蕾丝背心，帅出了新高度。